生活中有无数的艰辛和快乐，就看您怎么看待了。福建厦门的一所小学，根据学校点赞排行榜的情况，给前50名学生发奖励，奖励是茄子、萝卜、蒜苗、红薯叶等有机蔬菜。这些蔬菜呢，没打农药，是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劳动种植的成果。家长们备好肉了吗？回家做起来吧。我们学校有自主开发一个点赞评价嘛，然后呢，用老师、用学生一起动手这个劳动的这个果实，来奖励这个点赞达人。哎，全校排名50个的，哎，给他们用蔬菜奖励一下，哎，让学生能够呢来分享这个劳动的果实。这次啊，我发了这5种蔬菜：茄子、蒜苗、白萝卜、地瓜叶，还有一个是枸杞叶。这个蔬菜都是我们的老师、我们的学生一起种的，这个蔬菜全部都没有喷药，都纯天然，完全没有非常好吃的。